我们把公众号上的一篇文章 Feelback 用另外一个平台 TradingView 的形态给大家做一下我们指标的一个回测，我们依据的这个 TradingView 的回放功能，这里边是因为是一个指标没有这个 strategy 的回测的盈利模式，之后我也可以编写，我们就如何使用指标来一起看一下吧。我们把指标回到这个7月份的月初，看一下这个指标在震荡期的时候的一些表现，当然这些表现是不尽如人意。我们在指标确定的时候，我把样式稍微做了一下调整。把之前的点线呢变成了这种折线，最高点绿色，次高点蓝色，次低点黄色，最低点红色。我们以15分钟图看一下，这是7月2号的一些过程。我们发现，在7月2号之后的，包括6月29号之后的这段时间，我们所有的波动既没有在盘中出现在次高点，也没有在盘中触及我们的次低点，那是一个幅度非常窄小的一个摆动。包括我们在盘前也没有太多的超额的这个动，我们发现我们盘前只有这种十字星之后才有一些次高点都不达到的一些波动，包括这么一天到9号之前，次高点和次低点都没有进行触及，我们到10号的时候也是次高点和次低点没有进行触及，我们所有的数据都是基于统计，就是在连续已经10个交易日里，我们都没有达到次高点次低点，这个市场也许在酝酿着一些问题。这是7月11号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波动，然后我们发现了触及到了在11点之前就触及到了一个最低点，而转天呢，在我们的下午2点的时候触及到最高点，然后这是另一天，我们在盘中触及到我们的将要触及到我们的次高点，我们的这种幅度减小。这是盘中高低点、次低点都没有触及，这是第二。这是开盘开到非常低，然后一直没有收到这个最低点之上，没有一根线在这个最低点之上。这是开盘在0.75的时候，在上午的时候就触及到最低点。这是开盘在平盘附近，我们在中午到下午出现的触碰到我们的最低点。这个是开高盘，然后全天在最高点上；这个是开平盘，然后全天在波动范围减小，在没有触及到最高点和次高点以及次低点。这个是开超低盘，然后全天价格在平均最低点之下波动。这是开平盘，我们在早上就触及到我们的最低点，然后之后触及到波动的最高点。这是开高盘，我们在中午触及到最高点。这是开高开我们在这次中午的时候触及到次低点，这个是开高开，我们在早上就触及到最低点。暂停一下，这是开高开，全天都是在最高点之上运行。这一天就是7月31号，这是为了收一个月线。我们接着，这是开一个平盘，然后早上就触及到最低点之后一个上行。这是低开，然后全天在最低一点波动率降低，这是早盘的一个大幅波动。全天低开已经无法统计，曾经一度上涨到最低点，这是一个平开，在早盘在很早的时间就触及到最高点，然后两倍波动，这是一个高开，然后全天触及到最高点之后又触及到最低点，这是一个平开，在很早的时候就触及到最高点，这是一个低开，我们在下午的时间触及到最高点，8月12号一个平开，在上午触及到最高次高点，这是一个高开，我们全天几乎在这个最高点上徘徊，应该是在前4个交易日就触及，这是一个平开，我们在当天触及到最低点之后触及最高点，这是一个高开，我们全天在本届的最高点之上波动，这是一个平开，较低开。我们全天波动减小，这是一个平开，我们全天最后触及到最高点，这是最后一天是一个低开，我们波动范围减小，行，这就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行为，价格的波动区，这个视频我们可以知道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在这个大的波动区里，首先我们知道我们的 VIX 指数增加了，带来的波动，7月16号到8月16号的波动是因为 VIX 指数的增加。那 VIX 指数能衡量的是什么？衡量的是盘前波动和盘后波动的一个超水平行情位。如果我们高开在最高点的时候，基本上今天的整个波动频率就会很大。如果是在大指浮动的话，我们的收盘价是往往我们收盘价和开盘价之间行走的距离和当日的夜盘或者早盘的最低点到开盘价之间一个恒距的一个点数吧。但是如果不是开在这个最高点之上和最低点之下，
我们基本上都是不合统计的，按统计的交易。如果是超量，并且冲破了这个最低点之后，我们不能说这里边一定有回本。2月16号到2月16号之间是我们幅度最大的时候，我们的逻辑就是纳斯达克盘前的操作和纳斯达克这个开盘之间是有相关性的。这是我思维的一个原点，也是我做这个指标的一个动机吧。如果你需要这个指标，可以，你可以跟我私信做要。另外就是，我也会改编一个利用 VIX 指数和开盘价去卡当日的交易，这时候就可以对这个指标进行一种弥补。特别是我们发现价格，在前1个小时就突破到最低点或者突破到最高点的时候，我们大致可以做一个目标信号来弥补它，好吧？至于另外一个指标，我们回来再说，就是这样。